大家啊，尊敬的香德玛国师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、校长、老师以及同学们。教育的国家啊，第一片净土可以代表我们看到非常的欢喜。在没有来到斯里兰卡之前，实在是我们对于佛法的前途并不是很乐观。我们学习佛法60多年，对佛法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认识，可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所看到的只是口头上的议论，没有落实，没有落实，那就是没有真正的佛法。到这边来看之后，我们充满了信心，感觉到有希望，佛法将来会在这个地方重新兴旺起来，再能够传遍全世界。那么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真正对佛法认识的国家，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，早年有如是借助于由汤恩尼博士，这是一个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哲学家，是个历史哲学家。我看过他在1971年访问日本的谈话，内容非常丰富啊，显示卓越的智慧理念啊，以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期望。那么他访问的时候年岁20岁，1971年啊，他是85岁过世的啊，也就是这一次的谈话在日本访问是他第三次到日本，也是最后一次啊。里面谈到东方的文化，谈到整个世界的前途，认为这300多年前，西方只重视物质文明，把人性疏忽了，所以才变成现在社会的样子这个样子，大家都知道。
整个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灾病异常。啊，那么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啊，我遇到过很多人，他们确实非常仁慈啊，在想办法挽救社会，希望人类能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啊，和睦相处。联合国也意识到了啊，为这个事情召开国际和平会议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啊，大概就是汤恩比访问日本那个时代开始啊，联合国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啊，一年有很多次啊，投入下去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不计其数。这个会议到现在大概有40多年了。啊，我有幸参加了17次。啊，所以认识不少的朋友，都是寻求化解冲突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以这个为主题，可是一直到现在，有许许多多人对于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充满了疑惑。这不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说，大小乘、贤教、密教，佛在经典上都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我们的意念实在上是真正的主宰。啊，我们意念里面没有和平这个概念，和平如何能落实？古圣先贤有，所以古代确实出现过太平盛世啊，在中国历史记载的很清楚啊，过去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时间安定和谐啊，让人们后世人们看到历史非常的向往啊，非常的尊敬羡慕啊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啊，这是值得我们省思反省的啊。我们将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的太平盛世啊，在联合国做报告啊，我也是多次的报告啊，大家听了欢喜。为什么？他们没听过，闻所未闻啊。会后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啊，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，做不到啊，这些话对我是严重的打击，我才真正发现现代社会危机是什么啊！真正的危机，第一个危机是信心危机，没有信心啊！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物质文明啊，物质生活让大家呢
都觉得满足而不缺乏，那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满足了。这也是了不起的一桩大事情。但是把人性所获得啊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、宗教、哲学都产生了怀疑，丧失了信心，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。有没有办法挽回啊？当时人家如果问我这句话，我的答复不敢肯定啊，所以我知道啊，科学这个怀疑怎么造成的？科学造成的。啊，像我们在斯里兰卡这个地区，你要问问当地人民，你有没有怀疑？啊，恐怕他们会告诉你，我们没有怀疑。啊，他们有信心，信心从哪里来的？从佛陀教育来的。他们没有把佛陀教育丢掉。啊，可是佛陀教育啊，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差不多是丢掉了。啊，虽然有佛教，有佛教的形象，没有佛教的实质。啊，中国人对于传统，对于佛法失去信心，200年来往啊，满清末后的100年，慈禧太后执政啊，慈禧对于传统文化不尊重啊，应该是学习不多，对他不了解不认识啊，而非常自大，自称为老佛爷啊，把佛都放在他旁边，不像呢过去的帝王啊，清朝过去的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啊，佛是老师，自己是学生啊。慈禧太后不是的，他是老佛爷，释迦牟尼佛其他诸佛都要摆在他娘旁边，他坐在当中啊，这个形象表得不好啊，为什么呢？让全国文武百官、天下人民对于佛陀、对于孔子啊、对于圣贤信心呢，没有以前那么样的纯啊，那么样的恭敬，就信心呢逐渐下降了。到满清亡国，那就非常严重了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对于佛、道、儒还有人讲，但是没有人做了。啊，没有人依教奉行了。啊，所以社会就开始动荡了。啊，最后导致清朝亡国。清朝是怎么亡国的？疏忽传统文化亡国的啊，把儒释道传统的教育淡化了，他才亡国，这是真正原因的啊。民国成立之后比清朝更严重啊，真的是一个十年不如一个十年，我们以十年做个比较啊，那民国这100年到现在啊，几乎看不到真正佛法了啊，真正依照佛法修行的人越来越少啊，不是没有，有，太少了啊，少到不能影响社会了。
啊，所以我去年接受总统的邀请到这边来访问，啊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只有9天，我跟总统4次见面，我佩服到五体投地，啊，给我充满了信心，啊，我觉得我们佛教有救，啊，斯里兰卡基础太好了，啊，那么在整个佛法来说呢，啊，这是原始佛教，啊，也叫小乘佛教，这是基础。啊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佛子就是佛弟子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的。啊，那么各地方这佛法为什么衰呀？基础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老人家为我们实现的，30岁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佛了。啊，30岁成佛了。成佛之后，他就在落叶园开始教学。啊，讲阿含。啊，这是一个大的系列，大的单元，用了12年时间。这个12年等于是佛教小学。啊，我们今天全世界小学是6年，佛陀的小学是12年。啊，基础稳固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那么接着讲方等，方等讲了8年，等于中学。啊，那么现在学校的中学，初中3年，高中3年，6年，佛陀的中学12年，这个8年。啊，那么这都是基础教育。啊，你看看，佛的基础教育20年，我们现在世间人基础教育12年，啊，小学6年，中学6年。佛认为这不够啊，啊，那么这是20年之后，佛开始讲大乘，就是办大学，讲般若，啊，般若讲了22年，啊，现在大学教育4年，释迦牟尼佛的大学教育是22年，啊，最后是研究所，啊，法华涅槃，也是8年。佛陀在世为我们教学49年，啊，是一个完完整整、圆圆满满的佛陀教育。啊，人接受这个教育，从凡夫49年变成佛了，成佛了。啊，那是上上根人，啊，一般人应该可以证得阿罗汉。啊，也算是佛陀教育毕业了，他真有成果，啊，永远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佛陀的教育目标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目标达到了。苦是六道轮回，脱离六道轮回呀，就是真正离苦。啊，佛没有任何要求，真正一生做到了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啊，生活非常简单，非常快乐，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啊，那么佛的普世教育是什么？这个教育的理念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我昨天呢写了几个字，啊，当
中这个大字是个爱字，我们要讲佛陀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就是一个爱。那现在人呢，他就缺乏这个爱啊，现在的人不自爱，他怎么会爱人啊？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，是没有分别的啊，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。佛告诉我，自信万德万能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。那么我们要问一个，自信第一德最重要的这个德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个爱。啊，这个爱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我们很多人呢，没有留意，没有看到它。啊，这是佛陀的大慈大悲，是让上帝的爱，是神圣的爱。啊，中国文字是表意的文字啊，它不是拼音的啊，它从这个字的形象当中，你不认识它，你不晓得它怎么个念法，但是你能够看出它的意思啊。这个字从它形状来看，它是感受的受字，感受的受字里面加上了一个心啊，里头是一个心啊，你把心拿掉是感受的受字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爱是心灵的感受啊，这个叫爱。如果这个心不动，那就是佛。不动是什么？心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这就是佛啊。凡夫跟佛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个心的不一样。佛心不动，我们的心是动的啊，起心动念，前念灭，后念生啊，一天从早到晚不知道有多少个念头在动啊啊。佛怎么？佛不动啊。你看佛坐在那个地方的现象，入定啊，定就是不动啊啊。定有浅深的差别啊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佛将菩萨分为51个等级啊。如果我们要拿学校来做比喻，有一点像，能理解啊。实性位好比是小学啊，10个位次。从第一到第10，叫年级吧，一年级到10年级，啊，这是佛教的小学。从11年级到20年级，啊，这是佛教的中学。啊，从21年级到30年级，啊，这是佛教的高中。啊，30年级到40年级呢？啊，31年级到40年级，啊，这是佛教的大学。啊，从41年级到51年级，这是佛教的研究所。啊，它从哪里分呢？从定功上分。
你定功的前身大小啊，小定这是小学啊，定功前啊，定力不大啊，如果到大学研究所，那是很深的禅定啊。禅定里头有境界啊，禅定不是死的，是活活泼泼的啊，它起作用啊。释迦牟尼佛《华严经》是在禅定当中说的啊，所以有很多人不相信，认为这是伪造的啊。为什么呢？经典上并没有记载啊，佛在定中，只有化身菩萨才能够到佛陀定中去听经啊，那些人知道啊。化身菩萨是研究所的菩萨，也就是51个等级里面最高的10个等级啊，最高的啊，他们知道，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定中讲大方广佛化言，讲这部大经啊。定中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就在当下。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。弥陀经上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与我们这里距离10万亿佛国土，这是讲距离。但是在定中呢，这个距离没有了，这个距离是对凡夫说的啊。如果在定中空间维持不见了，没有空间维持，整个宇宙是一体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念头才起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收到了，这个念头的信息全收到了啊。再深入之后，我们能够理解，我们现在也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，就是活的啊。大经里面所说的无蕴皆空啊，无蕴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，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最近的20几年发现啊，让我们对于佛经信心增长了啊，疑惑化解了啊。佛说这门东西说的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没见过，除佛经之外没有听说过啊，所以听到佛讲了啊，佛是以无语保证我们的信心啊。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啊，这都是就告诉我们佛说的话是真的，一句假话都没有啊。佛没有理由去欺骗别人啊，所以我们相信佛话是真的，可是总是有疑惑啊。除佛之外没人，别的人没讲过啊。那么现在2500
年后啊，550年后，今天这个世界，量子科学家把阿赖耶的三细像找到了啊，这是宇宙的奥秘啊。虽然说的没有佛说的那么清楚，但是总算是找到了啊。三细像里面物质现象没问题了啊，完全明白了啊。心理现象就是念头，发现了，知道有这个东西啊，但是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还不知道啊。佛在经典上讲得清楚啊，这个现象从哪来的，是阿赖耶的业相变现出来的。阿赖耶的业相从哪里来的，是一念迷而不觉来的啊。一念不觉是这么来的啊，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。所以说是宇宙的缘起，第一个原因是没有的，如果是有，它就是真的，有因有果。它没有，这意思是说没有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啊。佛说经这个意思太深了啊，天地人虽然多，几个人能听懂，几个人能听明白啊。我们费了60多年的时间在这里钻研啊，对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完全相信啊。90%我信了，还有10%的怀疑，你说多难啊啊。我们非常感谢近代的科学家啊，他帮助我们把这个谜揭穿啊。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博士的报告啊，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，这个学生很著名啊。他一生研究物质啊，就是盯住这一个问题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他把物质的秘密揭穿啊，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皆是虚妄啊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是有生有灭啊，物质是生灭法啊。一切有为法呢，如梦幻用这四个字来比喻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，告诉你假的不是真的啊。又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啊，境随心转，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利益了是非常大，真的讲是无量无边，让我们了解宇宙的真相，了解宇宙的缘起啊，一切万法到底是为什么事情，最后了解我从哪里来的啊。明了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跟人相处，怎样跟这个世界相处啊，怎样跟一切万物啊，跟大自然相处啊，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荣，那就是极乐世界啊，那才叫真正的离苦得乐。
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呢，要把自信，啊，自信第一德，这个爱字，要发掘出来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？啊，从婴儿，啊，小孩，他出生了，他眼睛睁开了，啊，他会看，他会听。啊，他还没有完受染污，完全没染污，啊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？三个月，啊，没受染污，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有染污了，啊，染污从哪里看出来？他认识啊，谁是他的妈妈？认识谁是他的爸爸？他有分别了，啊，他有执着了。你看，爸爸妈妈抱他，他喜欢；别人抱他，他就不让抱，他就哭。啊，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，分别执着是被染污了，天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讲经有时候说，人生本是。人生出来100天，100天之内体露真常。啊，佛经上讲的真如自性，你细细去观察，你能体会得到。啊，这不远呐，最深密的东西，啊，最奥妙的东西，就在眼前。这是真爱呀，啊，他那个爱心，你看，他满面笑容，他欢喜，啊，他不会说话，你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动作，啊，他对于每个人不认生嘛，每个人都爱，什么人去抱他，去逗他，他都欢喜，啊，他没有拒绝，他没有排斥，啊，没有闲得不高兴。你从这地方看，啊，我们也是通过经典的教诲才醒悟到啊。啊，我在04年在日本，啊，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的一个和平会议，啊，在日本冈山开会，啊，我去参加了，啊，那个地方有我们晋中的同学，啊，在会后，啊，这些同学们呢常常陪我到处去看看，啊，看看日本呢农村里面的风光，啊，有一天在路上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说大家停下来，啊，因为同学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妈妈，啊，用个小车子推着，啊，小孩是睡在车上，啊，不到4个月，我说我们大家来看，啊，看看什么呢？看父子有亲，中国五伦里头的第一伦，啊，我们来看父子有亲，啊，大家围着看这个小孩，啊，这个小孩不认生，每一个人去逗他，他都笑，很开心，啊，我说。他这个喜是真正的欢喜，就是佛的慈悲，就是上帝的爱，就是神之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。啊，这是真心显露啊。
啊，四五个月之后，他会被染污了，啊，他认识谁是他妈妈，谁不是他妈妈，啊，妈妈抱他喜欢，别人抱他害怕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你看看，他就被染污了。那么从这个染污开始啊，哎，一个月比一个月深了，一年比一年深了。那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你看我们能够看见，但是我们是佛教导我们的，佛如果没有教导我们，我们不会动这个念头，那摆在面前也看不到啊。这我们感谢佛陀，我们相信古圣先贤啊，中国五伦这个传统文化的缘起从哪里来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发生啊？我相信也就像我们发现小孩的天真啊，这是真爱啊，啊，没有起心动念的，没有分别执着啊，那我们这个爱就是表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心是什么？如如不动啊，这个爱心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是真的，完全是从自信流出来的爱，个个都有啊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就是佛性，既然有佛性你就能成佛，你好好的修行，你就会成佛，修成像佛陀一样。啊，那要怎么修呢？永远保持天真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教育。啊，欧洲人赞叹中国古人啊，认为中国古人最懂得教育，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效果，有教育的经验啊，这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没见到的。这个话是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教务长他告诉我的啊，我一天在他们学校啊，校长请我吃饭啊，教务长跟几个教授啊做陪啊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他说这个是欧洲人在二战之前啊，有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世界上四个古文明三个都没有了，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，讨论了这个命题啊，最后的结论大家认为啊，这可能是中国人懂得家庭教育的关系啊，这是他们的结论啊。教务长把这话告诉我之后，我承认，我说这个结论的正确，一点都不错啊。中国能够绵延到今天，文化没有灭亡，全靠教育。而且确确实实是家庭教育啊。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，子不教啊，人心坏了，家不齐社会乱了啊。这两句话我们在年轻时候读没有感觉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看到事实，可是今天看到那两句话了，惊心动魄，
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状况，古人了如指掌，啊，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啊，那我们要反省了，今天这个社会如何来拯救？啊，就要靠教育。啊，我也认识一些国家领导人，见面的时候，有人问我，啊，他说我很想把这个国家治好，啊，问我有什么方法？啊，我就告诉他，只要你把教育办好，你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谁做到了？阿弥陀佛做到了。你看极乐世界多好，为什么那么好？阿弥陀佛教出来的，天天上课，没有一天放假的。啊，学生常识熏修，自自然然他就回归自信了。啊，回归自信是大菩萨。啊，听久了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，啊，爱当中这个心，这个心不动，这个爱是佛菩萨的爱，是神圣的爱，是自信的爱。如果这个心动了呢，动了就迷了，啊，动了就变成凡夫了。这一动，中国古人叫它做情，你看不动的时候叫心，动的时候叫情，就是指这个爱字，爱字里的那个心，动了就叫情。那么情就是起心动念，啊，起心动念这情呢，啊，生切，所以佛叫菩萨。菩萨有情了，心动了，叫他怎么样？要觉。啊，所以菩萨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叫觉有情。有情不要紧，要觉悟不能迷。啊，像我们无量寿经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样好。佛说的高，说的圆满，说的究竟。啊，中国人古人呢有说，那佛教没传到中国去，说的也不错，也非常难得。啊，中国人讲啊，情里头要有义。啊，义是什么？义就是道德。啊，情里头有道，道情。啊，有义，有情义，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、贤人。啊，代表的人物，孔子、老子、孟子，他们这些人做代表。啊，尧舜禹汤都是情义的代表，情里都有义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社会上这些人。有情觉没有了，义也没有了，有什么呢？有欲望，就造成今天的社会。啊，情里头加上欲望是凡夫啊，叫六道众生啊。那么这个欲望要发展到过大过多，问题就非常严重。啊，汤恩比博士讲到，就是现在人的欲望发展到饱和点，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
啊，人的一生忘掉了他来干什么的，啊，好像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跟人竞争的，争名逐利的，啊，这个观念是决定错，啊，所以他主张我们的教育，啊，乃至国家政策对于科技的发展要缓慢，对于人性的教育要加强，啊，用人性的人性跟物质科学技术要能够平衡，人类可以享受到科技的福报带给我们的幸福。如果失去平衡，科技超越了人性太多的话，会带给我们灾难，甚至于导致人类的灭亡，地球的毁灭，啊，这是汤恩比提出的警告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既然古今中外，啊，佛菩萨圣贤这人，啊，都重视教育，啊，知道只有教育能够解决一切问题，啊，所以哲学、宗教、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这个爱心。啊，在中国人五伦里面，第一伦父子有亲，把它正式列入教育里头的大根大本，就是基本的教育概念。那教什么？教孝悌，啊，孝是对父母，啊，这个孝如何能保持一生不会改变？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呢，这个爱要发扬光大，啊，家族里面、社会上，年纪跟父母差不多的都要用孝敬父母的心来孝敬呢这些人，啊，比我们长一辈的人，把它发扬光大，啊，爱父母要爱老人，要爱兄弟姐妹，要爱邻居，邻里乡党，要爱社会，要爱国家，啊，要爱人类，凡是人皆是爱，啊，那么佛陀的爱更大，啊，佛陀不但爱人类，爱一切动物，爱树木花草，爱山河大地，爱整个宇宙，啊，所以佛陀教给我们的那个范围太大了，啊，啊，到最后告诉我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啊，达到究竟圆满，啊，向谁学习？到最高的第一点，向佛陀学习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经典就是从这个自信真爱里头流出来的智慧言语，啊，里面有德行，有学问，啊，教给我们怎样，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人生最高享受跟贫富贵贱没有关系，啊，这是属于精神层面的，啊，精神层面确实很奇妙，有能力转变物质层面，啊，
为什么呢？精髓已心转，这个妙不可以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现在科学家也承认啊，念力要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啊，能改变我们的身体啊。我们现在晓得，晓得不透彻啊，没有用功夫去练啊，把这个心想集中啊，心想集中就是禅定啊，定功愈深，能量越大。譬如说你有那么大的能量啊，现在有一些视频在你面前啊，这个视频里面有毒啊，时间太久了啊，变成有毒素了，有细菌了啊，你能不能吃？能。到你口里头它自然就变，产生变化啊，它变成美味啊。一般人吃了会生病，佛菩萨吃了是非常营养的啊，他什么事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他能转变境界，就是境随心转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这是真的啊。那么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对于身体健康问题解决了，不需要任何医疗，只要把念头转成善念、清净的念头，身体自然健康啊，老而不衰啊，跟年轻人一样啊。这里就是很有道理啊，我们世间人收获了这一招啊，大家都晓得，科学家告诉我，人身体是细胞组成的啊，这个人身体大概多少细胞呢？好像是50兆的细胞啊，这些细胞都是新陈代谢，每一天都有死掉的细胞，由新生的细胞啊，新陈代谢，每7年是个周期，7年就是全身细胞统统换掉了啊，旧的一个都找不到了啊，7年是个周期。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老换些老细胞呢？不换新的呢？啊，好像汽车零件一样，坏了这零件不能用，再去配一个是旧的，不是新的，老是去配旧的，他不配新的，如果配新的话，那这个车不是都是年年都是新车，他配旧的那还是个旧车啊。这就是我们的观念，我老了，所以换的细胞都是老细胞，都是人家报废的细胞啊。如果觉悟了，我老的不要，我要换新的啊，我要换最新的，那么你不是越老越年轻吗？就是返老还童啊，这是有道理的，这不是假话，是可以做得到的啊。我们的念头永远清净，永远平等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善良，不要有恶念，恶念容易老化啊。所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啊，你看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，他极乐他就不会老化啊，如果他有忧悲苦恼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很容易老化啊，生活得很痛苦，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。
啊，所以佛法学了之后它真管用啊。啊，第一个管用的就是你这一生不生病了，你这一生呢不容易衰老，年年天天增加，体力很正常啊，跟年轻人一样啊，这是学佛头一个好处，很多人没得到啊，我也没有完全得到，得到一半啊，真的得到一半，没有完全得到啊，要靠自己努力。啊，活一百岁跟三十四十岁的人一样啊，要有这个本事啊，学两百岁也跟三四十岁人一样，人可不可以活两百岁？可以啊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跟台中李老师啊，跟他学经教啊，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啊，他有挂牌，刚到台湾的时候他挂过牌啊，行医，以后没有时间了啊，搞佛教事业啊，他告诉我，按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人的寿命的正常寿命是200岁，那么你活不到200岁了，是你自己糟蹋了自己啊，就好像机器一样，这个机器你要懂得好好的保养啊，它的寿命很长啊，可以用20-30年，但是你保养不良啊，那么这个机器容易损坏啊，不到10年就不能用了，你看可以用30年，你只能用10年就不能用啊，所以你要把它保养好，它的寿命就很长啊，这就是平常细心，不要有妄想，不要有杂念，不要有欲望啊，欲望多了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啊，那是在讲谚语所谓得不偿失啊，你得到的太少，你失掉的太多，你看把你的生命失掉了，把你的长寿失掉了啊，把你的健康失掉了，你说多么可惜啊！学佛一定要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，真正的好处，我们才干的啊！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干啊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！他是王子出身，这大家都知道，他要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，他做国王啊，他觉悟得早啊，19岁他就离开家庭啊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啊，他去做苦行僧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三衣一钵，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一辈子啊，一直到他圆寂没有改变，这是为什么啊？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？看到什么？快乐、自在啊，解脱。你从这上看呢、啊？啊，
人为什么生活那么苦？佛为什么生活那么快乐？啊，佛见到每个人，笑容满面。啊，在中国的道场，啊，寺院庵堂，山门里面，你走进山门，第一个看到的弥勒菩萨。啊，中国人弥勒菩萨的造像是造布袋和尚的像。啊，布袋和尚，圆寂的时候告诉大家，啊，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。啊，说完之后，他真的就走了。这在中国佛教习俗里头，这个表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说他是什么菩萨、什么佛再来的，说了之后不走，那是假的，骗人的。啊，说了马上走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骗人的。啊，所以中国的寺庙、道场，啊，山门呢，一进门一定塑他的像。欢喜相，啊，所以也称他做欢喜佛，佛都是欢喜，没有佛不欢喜的，啊，法喜充满了，啊，人一生活在欢喜里面，就不容易衰老，啊，所以你要去找欢喜啊。啊，欢喜在哪里找？在佛法里面找，在圣贤教诲里面去找，啊，在宗教经典里面去找，你就能找到。啊，找到之后你要认真学习。啊，欢喜从哪里？就是从爱心来的。你有爱，怎么不欢喜？啊，所以这个字啊，是整个宇宙的核心，啊，是自信的核心，就是是自信第一的，啊，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，啊，没有学习之前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想法、看法，那就是欲望，啊，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。不是真的，啊，知道轮回是假的，啊，事实真相了解了，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下，我们把爱找回来，啊，把心量扩大，啊，心量本来是心包太虚，两重杀戒，啊，本来宇宙万法跟我们自己是一体，我们现在迷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不知道是一体，啊，所以一切都是以欲望为标准，啊，满足欲望的就生欢喜，违背欲望的就生怨恨，啊，生烦恼。实在讲，欢喜也是烦恼，怨恨也是烦恼，啊，因为他那个欢喜是欲望刺激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啊，真的欢喜是从内心往外面流，啊，自性里面的欢喜，自性里头的爱，啊，向外流，那是真欢喜，啊，我们看婴儿，啊，在100天之内，你看他那个笑容，啊，那个欢喜是真欢喜，啊，睡在摇篮里头，睡着了，没有人去逗他，你去看他，
哎，他会笑，他睡着了还会笑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外面刺激的，这是记住是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，不是外面学得来的，本有的，本有的珍贵呀，要把它找回来呀，找回来，这是有前身差别的，先从慢慢的远离一切欲望，到以后欲望没有了，有情义，有智慧，有情有义，再提升，向佛陀学习，那就有智慧，有觉悟。智慧的爱，觉悟的爱，是菩萨，是佛经上说的大慈大悲。这个时候，自自然然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面对一切众生，你都能够生欢喜心。你有智慧，有能力，帮助你的家庭，回归自信的爱心，这就是起家了，在家庭里面落实孝悌忠信。这个家庭都快乐，在社会上落实仁爱和平，这个社会多么祥和啊！所以用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，我们遵守五伦的教诲，道德的教诲，各无制止，各无要克服欲望，各无是这个意思。克服欲望，佛法里面讲放下欲望，欲望不是好东西，生活所需很简单，我能吃饱，能穿暖，能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，快乐无比呀。讲奢侈，讲豪华，讲这些很苦。早年我在美国也不少年，我看到许多同修买的房子很大，他有没有幸福呢？我没有看到他幸福。美国的工作非常忙碌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没有闲暇的时间。美国有两天假期，星期六不上班，星期天不上班。这两天有没有休息？没有，要打扫清洁环境，院子太大了，房子太大了。请工人太浪费了，美国的工人工资是论小时算的，一个钟点多少钱，舍不得花这个钱，
自己很辛苦很累呀、啊，两天的时间呢，整理他的环境，我觉得那不是享受。啊，所以我在美国住，啊，我买了个小房子，真的是一房一厅，嗯，我整理环境一个小时就够了，房子又便宜，又容易清理，这叫享受啊！我有时间读书，我有时间念佛。离开美国就都卖掉了，我是送给悟道法师，悟道法师卖掉啊，一生当中没有为自己打算过啊，居无定所啊，到85岁了，香港有个老居士也是我的老听众啊，他往生的时候跟他太太说啊，他在香港乡下有个小房子啊，告诉了太太，这小房子送给我啊，给我做一个修学殿小道场啊，我去看了，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啊，真的很小啊，大概是小的不能再小了啊，两个小房子啊，面积过去是英国人时代建筑的，英尺平方英尺，400平方英尺，啊，两栋就是800平方英尺，啊，小房子，啊，有个小院子，可以种菜。我一生没有替自己经营过，到香港的时候人家送着那个地方很合适，我就定下来了，就定居在香港啊，香港也给了我永久居留啊，所以就定居香港啊。讲经教学我们用网络啊，用微信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同学很多，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见面过啊，都在网络，在电脑的屏幕上啊，我们每一天都在一起学习啊，没有中断，这个方法好啊。我们学习的中心没有别的，就是把自信的爱心找回来啊，会带给我们无量的喜乐啊，我们再把这个介绍给朋友们，介绍给同学们，我们这一生到这个时间来，我们爱佛，我们尊敬佛，我们要想学佛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不远啊，释迦牟尼佛叫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
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实际上是阿弥陀佛的道场。啊，这个世界里面，世尊49年教学常常提到，啊，专门介绍有三经一论，三经里面的无量寿经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，啊，我们知道世尊讲经只讲一次，没有重复的，但是无量寿经重复很多次，啊，可见的这一部经的重要性。啊，中国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，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就是说一切诸佛来到我们世间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来干什么？唯摄弥陀本愿海，这是佛到这个世间来真正的目的，就是这个这段事情，啊，劝导我们以民到极乐世界，啊，为什么？那个地方是最好修学的环境。啊，我去年11月第一次来访问，啊，我们跟总统一见如故，非常有缘分。啊，我告诉总统，我说我看到斯里兰卡，啊，是一个全世界学佛真正落实的一个国土，太难得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地球上的极乐世界，我说我会劝很多念佛同学啊，移民到斯里兰卡来。那么听说斯里兰卡是非移民国家，不欢迎人移民过来。我给他建议，移民挑选。啊，一定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不是佛教徒不能不准他移民过来。这就像极乐世界一样，啊，不念阿弥陀佛的人不可以去，啊，他有条件的，永远保持他的单纯，啊，他的清净，啊，他的喜乐，啊，这样子好啊，啊。所以总统很开明啊，哎，也点头，可以考虑。啊，这个地区人没有竞争，啊，没有竞争这个念头。啊，这个地区没有青少年问题。啊，这些问题是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都头痛的事情，此地没有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，啊，这个对全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所以联合国这种活动，未赛季的活动，希望每一年举行一次。啊，把这个佛陀的教诲，一年的成就，在联合国做一个报告，让全世界人都看到。啊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，啊，爱好幸福的人，
到斯里兰卡来学习来考察啊，这个模式可以向全世界推动啊。古人所向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，佛陀的教育能做到啊，中国传统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能做到啊，中国是古圣先贤啊，有情有义啊，佛陀的教育提升了一层啊，提升一层就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啊，有情有义，在六道里都是属于天道啊，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，不能出三界啊，所以讲到究竟的善法，究竟的圆满，还是在佛经里头啊，佛经不能。不认真学习啊，不但要学习，要把所学习到的落实到生活，我们就有受用啊。我们要过佛菩萨幸福圆满的生活，就在这个世界啊，这就是过去啊，第一个教我学佛的方东梅教授啊，他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我们那时候年轻，没有接触过宗教啊，对宗教疑虑很多。学他的过程，佛经哲学，把这些疑虑化解了啊，知道佛经是高等哲学啊，正如汤恩比博士所说啊，佛教到底是宗教是哲学，方面面说都可以，说宗教也行，说哲学也行啊，这两样东西佛教都可以称道啊。那么佛教用中国文字的定义，那佛教是真正的宗教啊，因为中国宗这个意思有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啊，教的意思有教育教学教化，宗教两个字合起来，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，佛陀49年讲经教学当之无愧啊，所以佛陀教育的本质是究竟圆满的哲学，是真实的宗教啊。我们明白之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去迈进啊，特别是近代的科学跟佛教啊越来越接近啊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20-30年之后佛教不再是宗教哲学，而是高等科学啊，
科学哲学承认的，所以佛教会永远传承下去啊，这是我们应该明了的啊，我们应当重视佛经哲学啊，佛陀的宗教教育啊，要把它发扬光大，要让我们自己一生得到幸福美满啊，我的一生流浪居无定所啊，我没有道场啊，哪个地方邀请我就到哪里去啊，我这非常值得安慰，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啊，佛陀一生没有道场，佛陀一生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也是过流浪生活啊，居无定所啊，所以有这个好的榜样在前面，自己感到很欣慰很快乐啊，没有感觉到有痛苦啊，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个精神支柱啊，我们从佛教的根本就是大慈大悲啊，用中国传统文化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五伦主要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是讲这些啊，这是道啊，遵循五伦，从五伦流出来的五常四维八德啊，五常是修身的德行啊，仁义礼智信啊，人要懂得爱人爱我，叫人民爱我啊，义齐心动念，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不伤害任何人啊，不伤害一个小动物啊，连蚊虫蚂蚁都不能伤害啊，何况是人类啊，要有理要有智，这个智是理智，理智的反面是感情啊，感情用事生烦恼啊，理智是智慧最后一个是信啊，言而有信啊，佛家讲得更详细，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，讲了四条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啊，这是修身的根本啊，四维可以治国，怎样把这国家治好啊，礼义廉耻啊，四维不张国难灭亡，如果这四个字都没有了啊，这个国家会走向亡国啊，一定要把这四德树立起来啊，有礼有义有廉有耻啊，八德可以推广啊，让整个世界
化解冲突，恢复安稳和谐，啊，这就是天下太平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所传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伦常八德。啊，那么在佛法第一个阶段就把它做得很圆满。啊，佛家用的是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波罗蜜，啊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，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啊，今天我们有这个殊胜的缘分，啊，在此地聚会一堂，啊，我们温习佛陀对我们大慈大悲的教诲。啊，这种大慈大悲包括了全世界，啊，各个族群的文化，各个宗教的教诲，啊，全在其中。啊，所以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最近将要为全世界的佛教建立一所大学，啊，培养全世界佛教的弘法护法的人才。啊，这个学校建成之后，啊，我相信第二个大学建好，那就是全世界的宗教大学，国际宗教大学，啊，团结宗教，互相学习，共同创造世界社会的幸福和谐。啊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共荣共存共荣，啊，化解所有的冲突，啊，矛盾，啊，走向安定和谐。啊，那么我今天报告就到此地，啊，谢谢大家。啊